上一集的枪嘞，上一集的衣服嘞，全套的衣服全都没了。那接下来我就来找一下适合的定居的点了。有衣服哎，等一下，他是有拿枪，白痴，我赢了 ，yes yes， 睡啦，爽啦，怎么样？看你们怎么进来，不可能再进来了啦，好爽哦，我玩起来了啦，有人。我要守株待兔，等他出来，这样会不会很明显？哎、欸，那是别人要来拆他家哎、欸，我去杀他好了。我竟然输了！不，为什么我会输空装啊？好安静哦，都没声音，完全没声音哎、欸。钥匙拿走，我的衣服拿回来。Yes， 赶快把它抢敲掉，把它抢敲掉！我、哦、好紧张哦，赶快敲掉！好难敲哦，这虫也太难敲了吧！哎，好，离开，赶快离开这里！啊，我中毒了，这也太近了吧！这什么时候盖的？等下，它是木门呢、欸！我看一下，小牌，谁是小牌啊？我管你什么牌，我直接把你家拆了！那么暗，它应该瞄准不到吧？快拆掉了，快拆掉了！等我一下，不要过来，拜托啦！好紧张哦！哎、欸，有人在旁边哎、欸，是他家吗？他怎么死的、啊？为什么死到流身上会流枪？哎、欸，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打 ！Hello！ 啊，猪猪吗？对不起，太棒了，终于可以掉到这个烂锁了！哦，保险出来，吓死我了！这需要一堵桥，就哇，这视野好好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家给我好不好？我们商量一下。他们图画超精致的，韩国人。哎、欸，台湾人啊，自己人。台湾最高的建筑是什么？白楼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101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时光。我今天要玩 Rust，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今天早上进伺服器的时候发现啊，那个 Rust 更新了，然后所有档案之前的档案全部都删档了，所以白龙被包养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没有了，整个地图都重新开始了，好，有点悲伤，但是。也有点兴奋，因为等于说全部玩家要从头开始，从零开始公平竞争，所以我要趁其他玩家还没有盖房子的时候，赶快进去先盖起来，这样就不会被抄家了。啊，起床吧，没有错，你看上一集的枪嘞，上一集的衣服嘞，全套的衣服全都没了，我看一下哦。来吧，我们赶快展开我们的旅途吧。我进来的时候发现东西不见，那时候我问其他玩家，然后才发现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大家都刷新了。然后这一次我要仿效上一个那个上一集，就是台湾跟新加坡朋友一起盖的那个基地一样，盖在石头上面。希望这次能够早点捡到密码锁，这样的话房子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哎、哦欸，那个耶，蓝图还在耶，哦，蓝图还在，那没有差很多啦。那之前玩很后面的人也可以很快速的就起来了。有人？哪里？这里。别跑！我要吃肉。完蛋，他有斧头，我没斧头。石头硬打。算了，不要跟他玩了，浪费时间。哎、欸，这里怎么感觉来过啊？为什么每次都出生在差不多的地方？耶、yeah, ，石头！哎、欸，好快哦，这下好快。
开始收集斧头，做出来了，然后正在制作我们的稿子，基本物资收集起来，等一下去杀点动物吃的东西，开始找我们的基地要建在哪里。心了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看会不行。啊，算了，算了。啊，要重新了，烦呢、欸。刚堆石头的。哎、欸，还有新的更新呢、欸，你活了20个小时，20分钟。我花了10分钟在睡觉。我自杀是吗？最后流血死掉。啊，再来。哎，一开始就有石头哎、欸。不同地方。天助我也！一开始就有石头。哎、欸，已经有人建房子了，我看到了，看一下有没有人。为什么建在这边呢？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哦，有人，哇，我被射了，应该是从上面射的，对，没错。好吧，算了。跑掉，跑掉！他也在射我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好多石头可以踩啊！这里好像还不错哎，收集物资的地方。很慢，先躲进草丛。OK， 没对上，好。那我们的武器快做好了，武器做好，我们来狩猎一下，血量太少了，很容易被杀。好，做出来了，第一把武器。Yes， 哇，天助我也！也太顺利了吧！来吧，抽个萤火。现在地图整个刷新了，野外的随机萤火已经不会再看到了。玩家随机中了野那个萤火，很难再看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做。哎、欸，不够，材料不够。好，杀看好了。你在我前面晃来晃去了，欠杀，被听到了，被听到了。为什么要做工啊？材料不够，只能杀先杀鸡或猪，比较好杀。回血吧，来吧。喂，我被盯上死了。哎呀，烦呢、欸。好吧。又要重新来了。我的东西都被拿光了啦。
烦呢、欸！大家重来几次啊？有空投？没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反正都已经重来好几次了，没差啦，赌一把，就算被杀了也重新也没差。哎、欸，这里有路是不是？这里好像有路啊。对，这里有路。OK。啊，好远哦，空投这么远哦。算了，不过去了。有路，我待会看一下地图，看找不找得到我的相对位置在哪里。插木头。路到这边就终止了，然后这边是接，哎，有那个油桶，打一下。密码锁，不是，这可以拿来补血，先用一下好了。就有一个湖，好大的湖，哦，这样子蛮好找的。我先砍个树，然后做十字架。我找到我的位置了，大家看得到我地图吗 ？OK， 我的位置在现在在这个地方。这张是那个香港是不是的地图，大家打那个 Hong Kong Rust Map 就找得到了，去搜寻就找得到。我现在位置在这边，我现在有一条道路 ，OK， 那还不错嘛，这样我就知道我的位置了。那接下来我就来找一下适合的那个定居的点了。这有一个山脉，好，我看一下好了，我再看一下，这里有另外一张地图。然后上面有标示那个红红跟蓝蓝的，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，这可能是有废墟或者是工厂之类的地方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后面这里有一个红红的地方，我们下面看吗？还是去这里？我想一下哦，去红色这边好了，比较近，往后走，好，出发。那有一个房子欸，感觉有人。不过我现在有一个矛，可能有办法对付哦。因为这只是一个基座而已，里面有没有人啊？没有。欸，我有点迷路，完蛋了。我是不是不应该走这的啊？因为这里路那个指示很，就是明显的指标很少啊。这里找到了，找到了啦，就这个 ，yes， 我找到辐射区了，废墟这里。那我们在这附近建筑好了。OK， 因为通常废墟可以拿到一些东西。yes， 太棒了，还不错欸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石头，我们建在石头上面好了。这样感觉好近哦，酷，来吧，事不宜迟，就是现在。不过我肚子很饿，先早点吃。耶，铁斧。哎，这个可以先吃，刚拿到的。有点像是防空洞的感觉。好，先多采点木头好了，这样子的话要建筑比较没有问题。欸，那边有铁桶欸，打一下。
哇，这铁桶好多哦！很快很快，打一打，打一打。如果可以拿到密码锁的话，最好。哇，这也是一个都还没有人来的地方。哎，铁桶。算了，也跑太快了吧。耶，这是什么？那个火爆炸物，就是火药之类的东西，可以拿来做 C4 的原料。没有吃的吗？好烦啊！为了找吃的，超难找的。有鸡。Yes. Yeah, 第一份食物来啦！这一块好少、哦。熊吗？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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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能力还没有办法打熊。你觉得一开始那个材料不够的话，先再简单的加就好了。然后主要是睡袋啦，睡袋先摆上去，不然每次都要重新开始，很烦。我们上次也好差哦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做一个建筑柜好了，我们继续挖木材好了，白天再行动啊。现在点火把应该不会有事吧？玩家还没有火药，现在早上七八点应该还好。找颗木头，好，就你了，来吧。耶，终于要白天了！我刚挖了一整夜的物资，挖了超级多木头跟石头。我们准备来建我们的基地吧。那这一集在这边做个段落，我们下一集继续建房子、盖基地。